我上次出去到现在，该有一个月没有进厨房了吧？我感觉我现在是最不合格的做美食视频的一个人，要不今天整点吧。今天五花肉两吃，好肉留下，剩下的八角、香叶、煮，抹蜂蜜水再刷。好肉腌一下，葱姜、老抽、生抽、蚝油、十三香、白砂糖，抹平，撒盐，抹匀，开烤。叮，哇，刮掉盐，滋点白醋，继续叮。配菜，还算不错啊。脆皮五花肉，筷子，哎呀，耗时一个多小时，我这一顿算是做出来了。梅菜扣肉配脆皮五花肉，看那个衣服已经湿透了，全身水洗，太热了，这天。还有一份米饭，天太热了，米饭就没来得及煮，就直接买了成品了，3块钱，半碗儿。满碗都不到，直接盖旁边得了。得，夏日套餐完成，就是太费劲了，太费事了。脆皮五花肉，皮多脆，听听声音，哎，差一个东西。大头蒜加个快乐水。当时不想吃，回去的时候像这种热一下它就能吃，再配一碗米饭绝了，香，生蒜随便吃。